台湾杜鹃为台湾体型最大的杜鹃，有别于一般大众所熟悉的高一至二公尺的灌木型杜鹃。台湾杜鹃有着相对高大的体型，成熟的台湾杜鹃植株平均高度可达十公尺，约三层楼高，在中高海拔多形成整片纯林，因此开花时山坡景象相当壮观，其树干粗壮，形成奇特的昌劲树形，单叶互生，后格直，长椭圆形或倒披针形，长八至十五公分，下表面密披灰色毛状物，花朵七至十五朵顶生，花苞时呈现粉红色，花开后红色慢慢褪去，盛开时为白色，此时走在步道上可以感受到花朵铺满地面，如同地毯一般。